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吃饭时阵，爱会记你啉汤。妈咪也完蛋，等到你回心转意，等来妈咪的身躯。非常的爱你，千万不要失望啊！人家讲啊，不孝父母，尽心何用？一定会好好照顾好你妈妈。嗯，还有，现在已经决定了呀，就千万不要三心两意。咱爸仔囝一定要同心，好好打拼，拼到所有人看，知无？放心，我知道要怎麼做。但有一天啊，免水啊成功以后，一定要了解解我今仔日所有的一切，拢是有价值的，嗯。海洋生技资料整理好，提你给我。是总经理。梁文，啊，你今日无上班啊？我今日休困啊。哦。即阵嘛，看你心情拢无好，是讲叫你出去行行。好，歹势啦，我这两天哦，真正足无闲的，有真侪资料爱看。你伫个无闲海洋生技的代志哦？嗯。我给你做三工啊。唔免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你哪会跟我遐尼客气啊？还是你无希望我插手这个代志啊？无啊，我哪有？是不是因为迄天我去找恁爸的代志，你才安尼？唔是啦，啊，就因为吼，我已经答应爸，要甲伊做伙对付王洪港，我惊代志会愈来愈复杂，唔才无希望拖累着你。代志会变甲安尼，根本是因为我。唔是啦，这甲你哦一点仔关系拢无。主要原因是因为佳慧，我对佳慧哦真正是足失望的。啊，搁较安怎讲哦，阮爸嘛照顾伊二十几年啊，就算讲无感情嘛有温情。啊，今仔日为了王武刚的关系，伊就甲过去亲情哦拢等伫边啊。想想的哦，真正有人足细心的。无得甲嘉伟是一时的糊涂啦。我唔管是一时糊涂还是忘恩负义，既然拢这么绝啦，我嘛无别条路通行，我一定要甲伊争到底。大伟，安尼敢好？为了爸，我一定要坚持落去，我一定要搁较认真来规划海洋生技事业，安尼才会当摕到对方上有利的条件。在这过程中哦，我唔知道王武刚会阁用啥物后步啦，所以才无希望你探视入来。啊，不过你甲嘉伟感情真有需要，武刚呢？无法度啊，这拢是因爸的。也唔过你放心啦，我甲因拢是心理上的认真，袂出啥物代志。我是讲哦，这段时间都无法度常常陪你，对你较歹势。不要紧啦，你遐尼无闲，我嘛无希望你为难啊。我就知影，你一定当体谅。对了，我等一下阁有国外海洋生技专家要见面，
有真侪资料爱看，所以。好啦，我先来走，卖耽误你的时间。啊，等我代志处理完哦，我再找你接吧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阿姨，你在想啥？你头前搁较过去一点点迄个所在，车位就是当遐。知影王明刚就是七叔爸爸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嘛是伫迄个所在，才知影嘉伟一生过来，生活痛苦甘苦。原来是安尼哦。阿姨，是的啦，我本来想讲约你出来行行的，看你心情是不是会较好。想袂到拄着这么大的雨，搁让你想到无欢喜的代志。无咱离开家啦。袂要紧啊，我不管去什么所在，嘛无法度改变这个过去山区，是不是？大伟拢有甲我讲啊，这个生计事业竞争，真正互伊两个兄弟啊伤害真大。大伟对嘉伟哦，真正就失望。大伟伊一直就疼惜家己的小弟，啊，处处拢在维护伊、包容伊。我想袂到，即马连大伟嘛已经放弃这个小弟。我哪会这戆哈？我啥人要相信王永刚的话？伊阁口口声讲，伊绝对袂让嘉伟去办起黑社会的代志。结果偷小怕狼，我若是受到这个代志，我心肝内就足艰苦。是安怎进前？我会想尽办法要阻挡伊爸仔囝小人，迄就是因为我惊。我今仔一天会发烧，想袂到，我是个仙女。王文刚，你到底是咧想啥？我咧想伊心肝内应该是想讲，伊若是把伊所有事业拢放互嘉伟，安尼对嘉伟是一种的弥补，是咧栽培嘉伟。啊，唔过。这根本就是一条错误的路，是一条无法度回头的路。我早哪知影安尼，我绝对袂让嘉伟回来台湾。啊，即马呢？我一个做妈妈，看他一旦目睭金金，看家己的后生和伊的亲生爸爸娶嘞，一步一步愈行愈偏，我煞一点点的办法拢无。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啦。每一个做妈妈的，都无希望家己的后生变到安尼啊。虽然阿姨是一个失败的，啊，不过这并不是表示你甲大伟都无法度得到你应该有的幸福。咱两个人的状况有一点点啊残缺。拢是娶一个囡仔，啊！不过阿姨真正相信，只要你好好维护恁的感情，恁的结果一定会是好的。阿姨，我知影，我会好好珍惜阮的感情。我嘛相信大伟，伊的心情一定跟我同款，我一定好好行落去。听恁的讲，你放心吗？
请问你是黄家伟哈？我是啊。你是？我是大伟朋友，我叫做林丽芬。拄则我打电话去你的办公室，啊，恁公司的人讲你伫遮。原来你就是林丽芬啊，小姐。是讲奇怪，咱也无见过面啊，你哪会一日来就知影我是黄家伟啊？大伟手机内面有恁兄弟的相片啊。热红茶，谢谢。啊，你雄雄走来找我，唔知有啥物代志啊？其实嘛，无啥。大伟常常提起恁两个代志，我看得出来，恁的感情真好，甚至比亲兄弟还搁较好。嗯，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。哪会？世间有真侪代志是永远拢无法度改变的。就参像你甲大伟兄弟的感情同款啊！恁做伙生活二十几年啊，一定有真侪难忘的记忆，迄是永远拢无法度放袂记的。林小姐，你老实讲，是黄大伟叫你来的对无？是我家己要来。最近大伟为了甲你起冲突的代志，伊心情真歹，啊，佮有阿姨，伊嘛足烦恼的。所以我毋才想讲来找你讲一下。林小姐，咱也无识识，是有甚物好讲的啊？我是好意，就算讲你甲甲大伟兄弟的感情放伫一边，那恁阿姨咧，你即马对着王国刚的身躯边做一寡违法的代志，你敢知影伊有偌烦恼？你若是搁有一点点仔好心，你都无应该予伊为你受这个苦啊！结婚是甚么人甲伊讲？我对着王国刚的身躯边做的拢是违法的代志啊！也搁有，我本来就拍算，等我成功以后，会将阮妈接出来，甲伊做伙住，好好甲友好。你是知影甚么啊？你先莫生气，你所有的代志，大伟拢有甲我讲过啊。我就是感觉，那是因为顶一代的恩怨，你着放弃甲大伟，还佮有恁爸爸这二十几年的亲情，你敢袂感觉真痛苦？嘉伟，你紧回去黄家，我相信伊也是同款关心你、爱你，伊一定会原谅你的。我无需要因的关心佮爱，因根本就无了解我心肝内的痛苦。那是安尼，你就把你的心事讲出来啊。我是安怎被讲出来？你莫插别人的囝事啊，好无？林丽芬，你今仔日特别专工来遮找我，敢讲一寡话无？是不是因为你烦恼黄大伟的事啊？那是安尼，我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。你若希望黄大伟会当赢，你最好离伊较远。我跟恁的竞争根本就无关系，我真正听无你在讲啥。卖阁垫钱啊啦！你嘛知影张正着。伊即卖甲投资案专权交予刘安琪来处理啊！恁之前甲刘安琪有恩怨的，所以你才是黄大伟是要输还是赢的上重要的关键。这是刘安琪讲的，无唔对。而且伊讲了真明啊，因为之前恁甲伊有过节，所以伊即卖无想要甲黄家合作啊。这个代志我真正拢唔知影。你唔知影？奶奶，你一定嘛唔知影，其实黄清风自头到尾根本就无接受你，甚至伊阁讲你是黄大伟事业的阻碍。伊即摆为着要甲阮争取公司的主导权，真需要刘安琪的支持，所以我相信黄清风一定会想办法阻挡你甲黄大伟做伙。喂，老爸。我知，安尼我即马过吼。海姐，我还有代志，无时间甲你啰嗦啊。林丽芬，我的代志免你管，你烦恼你家己就好啊。
啡。李文啊，你要找大伟是？伊无伫遮咧，伊伫审计公司迄边。我今日来不是要找大伟，我是有代志要请教阿伯。好，阿姐。找我什么代志？其实我要来之前，我有先去找过嘉伟。我知影大伟甲嘉伟为了投资案的代志，有甲要变面。大伟心内真艰苦，所以我才会去靠近嘉伟。你即摆去找嘉伟讲这個，纯粹是给伊洗面的嘛？嘉伟心情真激动，所以讲的话我袂藏在心内。啊，不过嘉伟甲我讲。阿伯，你根本就袂接受我，甚至你认为讲我是大伟事业上的阻碍，敢真正是安尼？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来找我呀！我知影你讲对你是真残忍，啊，不过这是事实啦。刘安琪伊的态度确实是影响着阮心血量摕到主导权，所以。我是有要求大伟离开你，啊，不过你知影大伟的个性啊，不管安怎苛刻啊，伊就是唔肯甲你分开。所以最后，阮讲好啊，大伟为了要甲你做伙，伊就甘愿去对付王刚的白家。这个代志，大伟拢无甲我讲过。伊的个性就是安尼啊，恁两个人交往遐尼久啊，敢讲？够袂了解伊，阿伯，你甲我讲遮，意思是爱我离开大伟对无？啊，不过今仔代志会变到安尼，迄是因为恁顶一代的恩怨。就算讲我无甲大伟做伙，你甲王武刚还是会继续搭过去的。大伟伊需要做这个选择，迄嘛是因为你无愿意放下对王武刚的恩怨。阿伯，你哪着予顶一代的恩怨去拖累着无辜的下一代？我你即摆是咧怪我？我唔是咧怪你，我是不忍心看到大伟举在中央为难，所以我才会来拜托你，请阿伯你放手。你真正做单纯的，以王无刚对我的恨，老嘉伟对我的怨，就准讲我无要甲伊争，伊也无可能放我煞。既然安尼，我叫大伟跟我做伙拼，有啥物唔对？我安尼做，主要嘛是为了大伟未来的设想啊。即嘛是人生上关键的时阵，以后是好是歹，都要看一届啊。敢真正无其他的选择？大伟甲嘉伟两个兄弟啊，敢真正都要拼干呢？卡出大伟。继续要跟你做伙，你都不把你放宽。另外，那歹势啦，我不要无用啦。我讲的话，你跟你想看卖。才回来，我就去百货公司洗洗啊。哦。刘文，歹势啦，我今日哦真正足无闲的，无法度陪你。啊，过两天哦，我才带你甲弟弟，咱做伙出去佚佗，好不？不要紧啊。这段时间，你要去忙你的公司。我最近吼真正足无闲的，希望你会当体谅啊。大伟，你敢有想过，万一刘安琪若是无要支持恁这边，你甲恁爸失去主导权，恁会安怎？为着要摕到主导权，恁是毋是会想尽办法去甲王武刚因坐到底？啊，这开发案对我来讲真重要，我当然尽全力去争取啊。啊！你乃雄雄甲我讲这啦。今仔为着要化解你甲嘉伟误会，
我跟阿姨才会见过面啊。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我会处理，无需要你烦恼啦。甲佳慧甲我讲，啊那无，我真正什么拢唔知影。佳慧甲你讲啥？所有代志我拢知影。你是不是因为我，才得袂到刘安琪的支持？ 而且你为着咱两个感情，才会答应恁爸甲伊做伙去对付王五刚啊，佮有佳慧。我承认啦，这代志我确实有讲爸讨论过，啊，不过这其中的原因，唔那是因为咱两个人的感情，还佮，惠婷哦，这代志真复杂，我其实嘛讲袂清楚啦。大伟，我从来都唔捌要求恁爸，即马就需要接受我。 我嘛无予你任何的压力，啊，不过你为着要争取咱两个感情，去家己这场竞争，你敢知影你要对抗的人，伊的背景是安怎？为着要对付伊，将来你真有可能爱用搁较卑鄙的手段去跟王武抗硬打。无得讲，你就会变到愈来愈狠心，愈来愈无情。我真正就惊，继续安尼落去，你会变做另外一个皮健豪。不会，绝对不会。 请你相信我，我真心做我家己的做啥，我绝对袂因为感情的利益触袂我家己。若不是因为张庆典雄雄甲这个投资人，甲我刘安琪负责，佮加上佳慧，伊嘛唔肯听我的口供，代志嘛袂变甲安尼啊。家主公为着爱我，就安尼变做一个不择手段、甘巧卑鄙的人。 那我敢为这么多放弃咱的感情？离婚啊！你那当真你简单就讲要放弃？我唔管你安怎想啊，我嘛唔管别人安怎使弄，我绝对无可能放弃。咱两个中间有真侪问题，唔是当初咱疗伤会到的，而且这个问题嘛唔是咱互相意啊，就有法度解决，你知影无？好啊，离婚，你先冷静，莫想遐尼多。我甲你保证，以后。 你到底是搁甲丽芬讲啥？是安怎伊的情绪会变甲这么激动？帮我拜托你，你莫搁去伤害丽芬啊，好不？我哪有去找丽芬啊？是伊主动来找我的。我是甲你即摆情形坦白甲伊讲，我安尼做，我嘛是希望丽芬会当体谅你即摆的处境，继续留伫你的身躯边支持你啊。你安尼讲，就是予丽芬压力啊。丽芬既然决定要甲你做伙。 伊就应该了解你即摆的处境，可是连什么压力都无法度承受，伊想要甲你过一世人。爸，你真清楚，就因为咱是爸囝，我才会甲你徛共边，认真去争取这个投资啊。也毋过，你是安怎硬要甲丽芬牵拖入来？事业甲感情本来就是两回事。我就甲你讲过，是伊主动来找我的嘛。 真正个伤害到丽芬的人是佳慧。丽芬来找我之前哦，冇去找过佳慧，就因为佳慧有甲伊讲一寡话，丽芬才会认为讲刘安琪就是为着伊，才无要甲咱合作。大伟啊，你即摆应该看清楚佳慧真面目。佳慧真正安尼讲。 你若唔想，你会当去问丽芬。即马佳慧目睭内敢若有利益，伊会当为着利益，不择手段来对付咱爸囝。我是希望你会当看清楚这个局势。你若想要好好保护丽芬，让丽芬有一个幸福的未来，安尼你以后就袂当阁带领着佳慧兄弟情。
真正七月半唔知死活呢哈？刘婉琪的代志还袂超生，你走来这找我是要创啥？哎，不管了，我这嘛真正是无法度啦。阮太太，阮那个拜托，就是无要甲我斗相共的。无你这嘛意思是安怎？叫恁妹转来准渡船。哎，林静哦，我讲你做人真正是有够失败的。那这嘛不甲连恁某拢无爱甲你斗相共。无啦，这你可能无啥清楚啦。其实阮两个感情也是真好啊，只是你甲我客气啊。你讲甲你客气哦？嘿，啊，若真正甲你客气，伊哪会讲从今以后唔管你的死活，要甲你离婚啊？伊讲的这只是气话啦。你也知影，啊，战争哦，伊为着要甲我做伙啊，啊，唔管边仔人安怎反对，啊，就是硬要甲我结婚。啊！佮讲什么？我若无伫伊个身躯边，伊就无法度活落去啊！安尼想看卖啦，这种的感情敢有可能是骗人的？无唔对啦，即卖我两个确实是伫冤家吼，啊！不过我相信啦，只要我去安尼点头落软啊，伊真紧就安尼乖乖倒来我身躯边啊！好啦好啦，卖再卖讲个五四三，恁爸无想要听，非得总讲一句，欠我的钱，什么时阵要还？吴光大。我的意思就是希望讲哦，你阁予安尼小按一下啦，阁予你小按一下。嘿啦，兵变在恁家，我已经予你一礼拜，算我对你真客气啊。嗯，吴光大，无安尼啦，我的公司哦，天龙生技啊，无就先予你带啊。你讲天龙生计要我底哦？是啊，我摕你去好公司是要创啥？替你排这副相啊？吴光大，天龙生计哦，本来伊的营运状况是真好啦，还是后来哦，我买到一间盛康生计啊，啊这就算在不灵的。啊，即卖只要你投资淡薄仔钱落去哦，解决这个问题，我相信真紧啦，你就会用赚大钱啊。你卖跟我讲遐，我无想要听，非得总讲一句。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说服这刘安琪，新公司开始的时阵，主导权绝对袂当黄青的爸仔抢。有听无？吴光大，不过我即摆我真正我需要淡薄时间。你需要淡薄时间，好，恁爸给你时间，用不你听清楚。当事回情，卡叔讲刘安琪来支持我，你所有代志就要准度煞。卡叔讲，这刘安琪去支持黄清芳用饼仔那边，卖讲我的少年，甲伊拖去山里捡，把恁所有利息加起来，听我甲你对付死啊！嗯，这我知影，知道啊？恁爸只嘛作病都看到你，你甲恁爸死！你就放伊走，敢袂对伊伤过客气啊？咱就伊去的，即卖咧三比八台无吧，无放伊走，无是要安怎？是讲人讲真诶哦，无安尼啊，伫社会上哦，拍分遐尼久啊，千千万万啊，往往十岁，啥物人拢看过，毋捌亲像看过伊安尼，面皮安尼厚诶。啊，是讲平建宏即届哦，面皮结果遮尔啊厚。刘安琪若是无要原谅伊，我爱甲斗相共是安怎？你先看伊表现都好讲，为了总共一个人这么上重要，就是要注意黄青的爸仔所有动静，这才是上重要的。到底要安怎说服安琪去支持王牛刚？假使我若会用先把债务解决掉，唔然这王牛刚无理由来找我麻烦，反正连安琪嘛会相信我，而且我倒来我身躯边，
安尼我就用主导这个投资案啊。到时不管是王无刚还是黄清风，都拢过来看我的目色做代志呢。对，我过来随帮因斗相共。入来客厅咧，无声无息，啊！你是想要做啥了？嗯？石爸，我是来找你，啊，搁找大兄。嗯。你来找阮宋爷？大兄，大嫂咧？回归了，都要出去啊？还找阮什么代志啊？爸，大兄是安尼啦。安琪。伊安尼阁唔肯转来，上主要原因是因为伊唔相信我哦。我即卖是真心悔改，啊，伊认为讲我一直咧孝顺因爸的钱，啊，想要甲债务送去因爸遐去。所以，爸，哎呀，我即卖是真心悔改啊。唔知讲，恁是不是会用斗相共者？啊，你是要找阮甲你斗相共吗？是啊。因为安琪都唔相信啊，所以我都爱做回看。啊，我地下钱庄遐个债务啊，唔知影讲恁是毋是有法度替我处理者？哎，你即摆意思是爱阮替你还债务就对啦。爸，毋是替我还啦，只是我先甲恁借。啊，等王无刚遐钱，我若甲还回了，我这公司就用开始运作啊。我若赚到钱，我钱就用马上还你。恁卡算是愿意甲我斗相共吼，这安琪就袂阁怀疑我。啊，伊若倒来我身躯边，安尼阮二房以后就会安尼完全平静啊。哼，你吼，你都是受过贪心啦，安尼无情啦，啊，退出来你也唔奈得啊，遐尔济麻烦滴。你敢知影恁老母替你流偌济目屎啊？你啊？爸，我知我唔对啦。请您原谅我，我今日来上主要原因哦，我嘛是无想要妈那个伤心，个烦恼。哎，杰明啊，你的意思咧？啊啊！叫我，你当时来？我拄来。哦，什么代志啊？是安尼啦，啊，建宏就讲吼，安琪唔肯定来是因为吼，伊在怀疑伊的用心啦。啊，想讲吼，地下钱庄一条，拜托咱吼替伊处理一下。啊？哎，建宏啊，啊你是安怎？你趁我无伫咧，敢来阮厝讲这款话哦？大嫂，我这是要甲恁借钱，我无要还啊。无可能啦，迄五千万的呢，阮哪有遐尼侪钱啦？啊，就算讲阮替恁还钱啦，安琪敢真正会转来哈？啊，伊若无转来，阮毋是假了的。你哦，两早看破啦，安琪已经对你死心啊哦，你莫想讲哦，要为安琪身上挖什么钱出来。大嫂，我只是要甲恁借钱来挽救我的婚姻呢，恁来讲什么我要挖伊的钱啊？你免讲啊，好听啦，阮敢无甲你斗相共啊？进前停车场的贷款哦，已经摕去阿姨迄间厝的贷款啦哦。啊！你即马阁唔死心嘛？阁想空想空，想要倒来找伊乌钱，阮老婆安尼敢哪有你骗去啦？大嫂，大嫂，你无要挽救我遐个婚姻，啊！阁咱是一家人，王武刚即马甲逼到走投无路，你免见出不求啊！你敢有真正甲阮当作一家人？那有吼，家己做个代志，家己去担啦，莫拢扫扫互阮啦。大嫂啊！好啊好啊啦，莫阁讲啊啦，无可能就是无可能啦。你哦，就爱两早面对现实。既然你有才调哦，摕遐尼侪钱甲迄间澳公司买来，安尼哦，你两间公司哦，赶紧去处理你的啦。凡事哦，应该摕一寡钱哦去银行讲。
即马风声已经传出去啊，就算我两间公司处理一下，大会钱嘛无够现在这一步啦。大嫂，我即马真正是无法度啊，我武刚是无可能办法耍的。个人做也个人担啦，这你家己去处理，跟我无关系。爸，大兄，你敢真是要把酒精紧看婚姻毁掉，看武刚也变到走投无路？哎，就这嘛吼，我也无这个能力来替你打。爸，无安尼啦，之前你咧停车场摕到离婚贷款，迄声数实在伤过低啊！你即马宽装摕我，我来去别间银行贷款，迄贷到钱绝对有法度把我债务拢还掉的。这更加无可能啦！你还知影哦？万一若出代志哦，本店的生意是会受到影响哦。本店若受到影响哦，加盟店就会受到拖累呢。啊，到时规个皮夹都要放落去啊啦！啊，咱大家哦，都要靠大海了，要想要转家啦。爸，我只是摕酒转者，这没有什么代志啦。把你宽装给摕给我啦。无啦，这反正宽装也无伫我的身上，还佫伫离婚遐咧。啊，是讲吼，迄块地吼，那佫贷较侪钱。啊，你即马贷款的钱吼，万底千金呢？啊，敢敢要还的了？你甲我讲。建宏啊，阮实在无迄个能力哦，搁替你补迄个空啊啦。啊，拄则恁大嫂讲的吼，你通考虑一下啦。啊，就算讲你公司卖啦，你啥物拢无，你也应重新开始啊。只要你脚踏实地哦，一定有机会啦。啊，无安尼好啦，你通搁转来加盟店，咱安尼做伙斗袂低卡。好啊，你莫想要大嫂讲直接讲，莫再讲遮个话话啦。哎。建宏啊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恁大兄哦是好心要提醒你嘞，要替你的未来留后路哦。你还讲这款话啊？你免再假好说，以后我袂再来求你啦。啊？建宏啊，讲的什么话啦？迄头家是许马踢到，真正好歹人分袂清楚嘞。若无伊一点仔架势哦，永远袂清醒啦。说啥去啊？伊嘛是叫急着，唔得会变到安尼。爸，你千万唔通阁软心啊！哦，你若阁软心哦，到时咱皮家哦，啊真正哦，让伊拖你到头拢困路边啊啦！我是咧想讲吼，啊恁阿姨干咱这个后生尔呢，啊若真是咧出代志吼，我心内敢过意的其实。爸，我看安尼好啊啦，王刚一边哦，我来甲伊瞧看。反正吼，伊会拍折的，那安尼吼，咱就无会欠伊遐侪钱啊。安尼吼，建宏遐出一寡，咱嘛斗斗的。哎，无得看吼，这债务就应解决啦。啊，你咩想法遐简单呐？就算讲王武刚吼，伊肯拍折，同款足侪钱的呢。啊，到时哦，建宏人拢叫咱急皮皮，啊，拢放互咱去拖，咱敢有才调哈？我知影啦，王武刚迄边超好势吼，我才斗斗甲伊讲。爸，我来去啊。卡细你啊！杨哥，这个黄金王真正老狐狸，我明仔想不到鬼。我是安怎会跟伊发生这个代志？是安怎讲的？快，伊要找你啦！哦，建明兄，遐罕见，遮济啊！嗯，快倒来。快。也无你的代志，你去刷车场遐巡视吼。是。阿建明啊，今仔日是啥物风甲你吹来啊？我直接讲个啦。嗯。我是来甲你处理建宏的代志啊。哦，安尼哦。我当即马啥物证？最近鼻腔啊，最近金山寺啊，是哦。事主无来，煞甲你一脚逼出来呢哦。那不是因为你假糖假甜啊，放荡来啊，素人的花，我今仔敢输啊坐遮。我警告你哦，你讲话甲要较客气哦。你想要安怎？好，小可代志，大家冷静，甲冷静，坐咧，坐咧，讲，建明啊，来啦，坐咧，坐咧。
调整。小寡代志，安尼呛来呛去，一个呛完转，兼遐用茶啊。啊，你讲要来处理，无咱就请教一下吼。你打算要安怎处理啊？真简单啊，按照社会出来瞧啦。那五千万，阮皮家真正是提袂出来啦。安尼好啦，你拍一个折。我若感觉会用吼，这件代志我做一届解决。哦，后尾叫社会处来瞧就对了吼。无可能。但真正要叫这个社会处来处理哦，有两点：第一，得看交情甲面子；第二，得看实力。不然就请教一下。你即马是有啥物急事？来来，跟我讲这个代志啊！我无教你。好啊，好啊，别咧荒废做啦。别特别来我遮，特别跟我比拳头。你也了解一点，你即马已经调过来拍我的人啊！你是凭啥物？当面才跟我呛下？咱讲真咧，以我即马实力，我凊彩换一下，你也说低价点。都变小心要开安尼，嗯？我今日来这本来就是要跟你比拳头舞，我心意要来跟你解决这件代志。敢讲你着用手势行较悬的，放剑锋线。无错，五千万一届银都袂用减，假使讲。我给你一礼拜时间，你若无提前来还我，安尼离家里算起来，就真歹算啊。